中和星光电影院还没开场，新世博有线电视就在中和访寮活动中心的二楼现场举办彩绘活动，让亲子借着机会甜蜜互动。这个暑假，爸爸妈妈与小朋友能留下美好回忆。新世博有线电视也拿起活力宣传最新上架的 BB 行动客服 APP， 让受台风影响而往后延的中和星光电影院用欢乐陪着亲子一起送走暑假。好玩，你今天画什么？猫咪，它很喜欢啦、啊，就特地跑来这里看。因为我们今天刚好路过这边，然后又看到刚好说，因为这应该是上次因为台风所以才延后嘛。我想说，运气怎么那么好？对啊，然后又刚好可以画到很多那个，就是你们要办了很多活动，感觉还蛮有趣的样子。连续举办19年的中和星光电影院最终场，趁着人潮，公所也在现场摆摊宣传。新北市议员邱风尧服务处也在现场发送扇子。议员也亲手送出饮料和饼干，让大人小孩看电影还有零嘴吃。区公所也感谢议员对中和活动的大力支持，也非常感谢议员，然后在每年在这个暑假的期间都举办了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让小朋友呢可以边看电影，然后还有好吃的饼干，那还有好喝的饮料哈，可以让亲子哈共度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暑假的生活。身为中和在地议员，和地方的感情非常融洽，马上就能跟民众互动。访寮活动今天看到现场非常多的人潮哦，那小朋友也非常高兴哦，现在已经开始吃着饼干了。那今天是最后一场，放映的是什么电影啊？欢乐好声音。欢乐好声音啊！今天弟弟你看了几场电影啊？三场。看了三场了啊。今天是第三场，对不对？第四场。第四场了，你每场都来，这么厉害。都不知道被包围住了啦，怎么办？现场热闹的气氛感受不出来，暑假已经接近尾声。在最终场中和星光电影院结束后，离开学只剩下一个礼拜，大小朋友准备好迎接新的学期吧。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道。